Today will also be a celebration to honor, show gratitude and pride in our heritage. To give another inspirational message, let us all lend our ears to Collegiate Club President Ms. Catherine Chiu. 现在有请大学部校友联谊会理事长詹丽丽女士。 吴校董事会林董事长林静协长，诸位名义董事长、副董事长、常务董事及全体董事，吴校曾校长换学理事，叶副校长齐敏协长，蔡副校长曾勇协长，各部门主管及全体老师，吴校校友总会陈会长建会协长。 施明义会长、自雄学长，诸位副会长及全体执行委员，及各界各年度集友会的首长，大学部校友联谊会名义理事长潘立雄学长，诸位执行委员、副理事长及全体同仁，各位中正人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年是吴校大学部创立55周年。 也是大学部校友联谊会创会35周年。吴校中正学院本座培养华校优良师资的重任，于1965年创立大学部，由中正中学扩成为现今的中正学院。大学部自创立迄今已有50余年，一路走来。 筚路蓝缕，在这漫长的辛勤栽培之下，造就了不少人才，分散遍布在各地角落。不但在工商行业上大有成就，更在教育界现身文教工作，为下一代传授中华文化。母校大学部由今天至辉煌成就。 其中经过了多少人的苦心经营，在这些年来，我们不能不缅怀诸位师长的功劳，也不能不对诸位历任主任功而忘师的牺牲精神。董事会及校友们的大力支持，表示由衷的敬佩。饮水思源。 我们深切感激母校的栽培之恩，也密切关注着母校的建设和发展，时刻希望能有机会为母校贡献绵薄之力。新逢母校大学部庆祝创立55周年，谨执重心，祝愿母校校务昌隆，再创更辉煌的明天。谢谢。